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野人马上要来任务。我藏在这里面，野人会不会不知道？等一下游戏开始，大家全出去了，你藏这儿有啥用？哼，天真的女人。这次我赌地瓜妹妹是野人，绝对不是后边录制的。肯定不是我。哇，大门开启了，抽呀！哎呀，走反了，走反了。往哪儿跑？跑反了。快走，跑反了。地瓜是野人，地瓜是野人，地瓜是野人。二一，地瓜。哎，野人也不是我，不是我啊，不是你，不是你，厉害厉害！哎呀，哇，一分钟，我的天哪！啥呀？啥一分钟呀？哎呀，我丢，一分钟玩个嘚嘚，快打他，别让他过来。哦，来人，拿阵的大机枪，噼里啪啦换子弹，小炮砰砰连上干。哎哎哎，往小伙伴们身后站，这样咱们必然不是第一个遭殃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哇，人家还有远程武器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谁是野人在下面？追上来了，追上来了！地瓜，打他，打他，别跑！哇，差一点！吓死我了！看，你们把地瓜妹妹吓坏了，赔钱！还有六秒，哇，飞弹，地瓜走！哇，地瓜直接残血了，我！哦，大门开启，兄弟们继续前冲，小心脚下！走！小心脚下！哎，这咋这么快？又一个门了，又是一分钟，大家守好。你们要相信，只有默默才能带领着你们走向胜利。只要大家不倒，这波分分钟吃鸡。加油加油！妹子，你没吃饭，大点声喊，加油加油！来了，打他！准备好出发了。起点开始。走喽走喽！啊！哇，小叶子被弄死了，快跑！互相交替掩护，默默来开门。嘿嘿，小伙伴们。只要咱们这一把永远保持在最后边站着，那么最后结局即使是大家牺牲了，默默一定会是最后的冠军。接下来还剩下妹子地瓜两个挡箭牌，咱们一定要合理的运用。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，集火，先集火第一个。他们在船到这儿呢，小心，他们在船到这儿呢。什么鬼？小心他们的这个远程技能。我天，用减速枪，那我们怎么弄啊？用减速枪走位，注意走位。哇，还有他们还有祭司，这个时候最好的进攻就是绝对的防守，兄弟们往前压，不要让他们出来。要我的枪法够猛，你们就休想出来。快走快走走走走！啊，地瓜，你个菜狗！要怎么走？快买装备，妹子，快买装备！哦，哇，拦截他们！哇！天哪，太恐怖了！哇，打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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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太恐怖了！太恐怖了！妹子！啊！都怪地瓜，打顺风的局让地瓜搞逆风了。我再也不和地瓜一组了。